我们看这一题，它要你求 i 的平方根呢、啊，等于是解这个方程式。好，我们看哈、哦，这个 i 等于多少呢？一的二分之派 i 哈、哦，再加二 m 派 i。好，因为二派是周期嘛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哈、哦，给它开根号，那记得话等于多少呢？一的多少哈、哦？四分之派 i 再加多少呢？除以二嘛，就是那个 m 派 i 啦。好，那我们晓得说哈、哦，你 n 大一的时候刚好是一的派，刚是负一啊，所以你一领哈、哦，根据一的话，它是对称原点的。哦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带零嘛哈，四分之派 i， 这个等于 cos 呢？四分之派加 i sin 哦，四分之派，这个等于多少？等于是二分之根号二，它再加二分之根号二 i， 然后就一哈，等于多少？第一的话就是等于一的四分之派 i 嘛，再加派 i。那一的派 i 是等于负一啊，哦，就是一的派 i， 它乘以一的四分之派 i 嘛，所以这负一它乘以这里啊，这负的多少呢？一的四分之派 i。哦，如果是平方根的话，它两个根哈、哦，它一定对称于什么呢？对称原点，所以这是等于二分之负根号二减掉二分之根号二 i。